大人请。听说这回死者是礼部主事的小女儿，看来我段某一旦一专案的事儿是要赔了。这案子要是办成了，怎么也得给我一个供单吧？哼，哎，办案期间用这个顶你的供单，如何？哎，哎，哎，人啊，终有一死。在我看来，你们大理寺就是一个阎罗殿，我段某这条小命啊，早晚得遮在这儿。我呀，还是还给你吧。哎。我不要，请儿，请儿，夫人，请儿，怎么会这样？请儿，我的请儿啊！晴儿啊，我的晴儿啊，你怎么会这样？你怎么会这样？我的晴儿，晴儿，夫人，来，夫人，欧阳大人他们一定会找到凶手的，为我们晴儿报仇的。有何高见呢？这把刀并非是致命的原因，伤口没有血喷出来的痕迹，刀是死后所插的。哦，是死后才把刀插在上面去的啊？可惜了。他眼窝深陷，眼袋凸起，耳门发黑，是房事过多因哭而死。哦，是房事过多因哭而死。段兰，办案能不能认真一点？我刚刚发现的。贺仙。我曾阅读过怪盗贺仙十多年前的作案卷宗，怪盗贺仙作案前必记谜诗一首，谜底或是他要杀之人，或是所到之物，也或者是行动的时间，完全依个人的喜好而定。十多年间，贺仙作案十余起，从不失手。他杀人的时候会把一把雕有贺仙的匕首插在死者的胸前，他行事十分诡秘，地方官府都奈何不了他呀。欧阳大人，信。礼部主事的小女儿名字可叫宫苑卿。是。刑部已经知会七日破案，但此事发生在礼部，皇上知道了恐怕会震怒天威。我们只有五天的时间，五天之内不破案，恐怕会夜长梦多。大人，没有可疑的地方。好，
备三匹马。是。这件事情还要仔细的查一查。主月，你去城里问问刻章师傅、金器店，问问他们有没有刻过贺仙的印章，或者是金刚的匕首，然后再去盘查所有跟公家关系密切的人，特别是要盘查30多岁的读书人。是。若是贺仙犯案的话，光是年龄就不对啊。各凭本事赌一把喽，我就赌年龄。啊，赌什么？赌什么？你说赌什么？你说赌什么？你说赌的什么是什么？行了行了，赌什么都无所谓，只要能找到破案的线索，怎么着都行。大人，上马。你不是说你少4条腿吗？请吧。这可……哎，在下什么算子啊？算一卦，算一卦。快闪开！让开！算一卦！来，快闪开！公子，今日面相诡异，必有大事。饶命啊！饶命！小的不干了，小的不干了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天雨水为行这句我也不能白教你，不是？你既为算命先生，每天走街串巷的，我给你打听个人，过来。我给你打听个人啊。大人，你说，贺仙听说过吗？大人打听我那恩公做什么？恩公？啊，与你有恩，说来听听。这说来话长啊，是15年前的春天。你们贪官当道！大人，我说的不是你啊，我说是他们我帮人贪官当道。我们连个渣渣都没捞上啊！贺仙夜闯县衙，将金库粮库偷了个遍，然后挨家挨户发钱发粮，救活大家的命，我才有幸现在站在大人你的面前说话呀！行，这么说贺仙是一个侠盗了，可否见过此人？没能面见恩公，这是我平生最大的憾事啊！你再说一遍。没能面见恩公，一直是我平生最大的憾事啊！你的口音听起来像是蓝田人呢、啊。大人，呸！你真是纵南闯北，见多识广，你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啊！蓝田，大人，你看。蓝田，贺仙是蓝田。见过这个吗？没有。我觉得这个杀人凶手还挺有来头的。公
家的女婿，西夏的奸细。你们不会告诉我贺仙是女扮男装吧？没错，女扮男装是一种说法，不过还有一种说法，就是说是功夫小姐的情敌雇了凶害了她。贺仙，有没有见过这个？没有。要是知道有谁来刻这个章，马上通知我。哦。公子回来了，家里有客人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三天不洗澡，浑身都是汗臭味，哪来的香味啊？打发走吧，今日不见客。神了！断送诗。断送诗。小女子慕名而来，请断送诗主持公道啊。进去再说吧。好。夫人刚才说让我为你主持公道，不知道是什么公道呢？说来惭愧，近几日夜间我总能听到一种奇怪的鸟叫，不久即感到有一女子偷偷溜进房卧与我相公厮混，我闯进房寻遍却找不到人，质问她时她一口否认，还反问我不忠。久闻段公子为民除害，救济穷苦，还望段公子为我做主。真没看出来夫人是穷苦之人啊。哎呀，奈何在下答应过祖先受祖训的教导，是不接风化案。王夫人，你还是另请高明吧。哎，王夫人刚才说夜里曾经听到过什么奇怪的声音？叫声尖锐清冽，像是鸟。鸟？这种鸟叫听起来像不像是鹤的叫声呢？鹤啊，对，就是鹤叫的声音。段公子好神啊。夫人，尊夫可是官家？正是，夫君忝为军器兼主簿，署正六品。段公子可是惧于官场黑暗，不敢接受。怎么比奸夫淫妇还心虚啊？别惊动了他们。哎，那男的是谁啊？正是主夫。我们过去。这么晚才来啊？够早了，难道想让为夫扔下差事不成？
什么人？夫人莫慌。夫人，我乃大理寺飞捕段兰师爷，我是奉王夫人之命前来查案的。王夫人，我就是王夫人。王夫人，断送诗。你是王夫人？那床上的可是王主簿？夫人，夫人，夫人怎么了？夫人，坏了，坏了！夫人，我听到了吗？夫人，再不回应，小的就要撞门进来了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此事里有玄机。夫人，听到了吗？夫人，必是有人要加害你。夫人，若此人外人进来的话，你我调戏黄河都洗不清了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出什么事了？夫人，夫人，里面怎么了？我没事。夫人。我做了个噩梦，你先退下吧。啊，是。夫人，跟我来。夫人，仔细看看，当真不认识吗？不曾见过。非礼勿怪，非礼勿怪，非礼勿怪，非礼勿怪。这两句诗的意思是红袖添香，红袖添香，红袖，莫非她是温柔乡的头牌红袖姑娘？什么红袖？红袖姑娘，传闻此人身上有一种异香，让人闻了之后会有一种迷离感。红袖姑娘正是利用这种异香成为了温柔乡的头牌啊。温柔乡头牌？那她为何要撒谎引你来查我相公？现在莫非他早就知道贺仙要来杀王主簿，也知道我接手了这个案子，我们都着了贺仙的道啊。如此下作的手段还敢自称自己是侠盗？段大人，你在说什么？哎，我的意思是，红袖姑娘为何隐藏自己的身份？你与王主簿本是正牌夫妻，为何要瞒着下人偷情呢？卓夫，卓夫卓夫本应该在东城兵营办差，不该回来。可是他说他思妻心切，所以趁入夜时偷偷回来和我相聚，天亮时再离开。可是不曾想就因此丢了性命。夫人，谁啊？哎呀，这三更半夜的谁呀？我们是大理寺的，奉命来办案。他们怎么来了？夫人，这可怎么办？我要藏起来。哎，不对，先把红袖藏起来。这藏在哪儿啊？对，藏在这边。有何要事？可有凭证？私事体大，找你们家大人说话。我家主人不在家，二位有什么事明天再来吧。啊，这边这边这边。哎，啊，快出去快出去。啊，快走。你们家夫人在吗？天色已晚，我家夫人已经睡下了，二位不便入内。在就是。哎，我家夫人已经睡下了，你们不能进去。哎，二位大人，不是小的非要难为你吗？我家夫人真的睡下了，不便入内啊。
都是女的，怕什么呀？哎，你们怎么这么不讲理啊？快快快，胖子，盖上被子。不要进去！哎呀，不能进去！不能进去！段兰，欧阳大人，花大人，夫人，退下吧。是夫人。还说已经睡了，原来是段兰在这儿啊。陈大人一收到贺仙的信，就让我们立刻过来了。没想到你两条腿走的，比我们四条腿骑马的还快。花大人、欧阳大人骑马走的可是阳关大道，我段某则是双腿走的独木桥啊，区别于走的哪条道啊？王主簿呢？他去哪了？哲夫，王主簿今日在成都兵营当差，这大理寺应该知道吧？我们一收到贺仙的信就过来了，还没有时间问他去哪儿呢。啊。欧阳大人今日可有收获？圣武。欧阳大人当真走的是阳关大道，那为何先行而后到呢？敢问段大人，今天查了什么呀？段某不才呀，不过今日倒是查到了15年前贺仙曾在蓝田犯案，至今年纪应该有40有余啊，和之前欧阳大人的推断有些出入，所以这局不知能否算小生赢呢。哼，急什么呀？待我查清楚之后，自然算你赢。时间太长了，不如我们另起一局吧。啊，分头去找贺仙的线索，先到先得，互不干涉。如果花大人与欧阳大人想了解王夫人的情况一二的话，小生也愿意说给你们听听。竹院，我们走，去东城兵营。不送。哎，真走啊？府上还有线索呢。府内的线索就请段大人好好推敲吧。不送。段宗师，怎么不走了？为何要把这两人运走？我家还有几间空房。大理寺明天就会发现王主簿失踪了，必定会向贵府掘地三尺。目前只有将尸首藏在段某家中才是最安全的。贺仙想让我顶包，我会让他知道后悔二字怎么写。你放心，三日之内段某必将破案，还你我清白。快走，快。好一个失踪啊。属下无能，请大人降罪。你把昨日的情况细说一遍。是。昨夜我们赶到城东兵营时，王主簿就已经失踪了。我听巡逻的士兵说，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申时。另外，王主簿的马也已经不在兵营了，所以属下猜测，他应该是骑马私自出营了。私自出营？你们马上再到王家去一趟，看看他是否到过家中。是。大人，大人，来了。哎啊！你们三个查到什么情报了？我先说，我说。我不说了。大人，昨日应该是在酉时，在城东小道里，我看见杨瘸子跟一个骑红鬃马的人见了面。哎，大人，大人，哎，对，我的人也查到，据说这个人呐，一身青衫，30上下，骑马骑得飞快啊，追都追不上了。我还知道，听说温柔乡的红袖姑娘最近失踪了。拿着吧。嘿，谢大人。嗯，哎呦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走吧。谢谢。大人，我的呢？红袖失踪跟本案好像没什么关系吧？有关系。温柔乡的小癫子跟我说了，贺仙的案子刚一出来，红袖姑娘就突然说有事儿不接客了，神神秘秘的出去，不知道找谁去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
这还差不多。嗯，歪娃啊，你们家公子是怎么做到的这么玉树临风呢？我家公子本来就挺帅啊，再加上我这梳妆技术，那可不是花枝招展吗？错了啊，不是花枝招展，应该是狂风浪蝶。对，狂风浪蝶，公子本来就是狂风浪蝶。哎，公子啊，哎，用不用我去帮你买点女孩子喜欢的东西啊？嗯，学坏。温柔香。哎呦，来了，公子。哎，公子。哎，又是你。啊，对对。什么风把你吹了呀？红姑，去接客啊！好，去。哎，红姑，我这次专门来探访红秀姑娘的。啊，红秀姑娘这几天生病了，不能接客。哦，那我可否到红秀姑娘的房间一坐呢？这个嘛，不太方便。啊。在这儿，来青楼当然是。你在这儿干什么呀？我是来查案子的。哎，大人真是神速啊！这局算大人赢了。这么快就认输了？这回可是你先到的，不像你的风格。哎呀，小生昨晚多有冒犯，还请大人多不用解释。逢场作戏嘛，你懂的啊。昨天你跟王夫人那个样子，我想我就不用多说了吧。但是段兰，你是在为大理寺查案子，别失了大理寺的官体。你以为我？可是我。嗯，急了什么？怒碎花枝掷郎前，请郎今夜伴花眠。才送君去又盼回，多情自古空自怜。矫情。谁？
把剑放下，把剑放下。你怎么那么爱添麻烦呢？你，我这不是帮你吗？大人，可曾查到线索？属下已经查到了些蛛丝马迹，可是还需要些时日。龚大人已经几番催促，我担心再无进展，他便会将此案上报刑部，到时候可不好收场了。别忘了你们的期限只剩三天了。两日。什么？陈大人，两日之内段某必破此案。段兰，好，你可别再让本官失望。大人，大人，骠骑将军府差人送了一封急信。又是字谜，后羿同弓长，婚礼落赤阳，张氏一剑定奔鬼，万丈余寸光，这是申时。申时是他动手的时候。现在是什么时辰？申时一到。这个狂徒，骠骑将军张方乃是当朝一品大人，他竟敢！此举定会惊动圣上，你们几个人速去，务必把贺仙缉拿归案，否则你我等人罪轻也是渎职之罪。是。张大人，各位就是大理寺的捕头吗？快请落座。张大人，敢问夫人现在如何？我夫人，她正在后院磨着斧头，等着他过来呢。我们走。哎，飞捕大人果然是雷厉风行啊。飞捕大人。不必了。嗨，飞捕大人不必紧张，我骠骑将军府岂是那贺仙想闯就闯的？当年老娘随父出征之时，那贺仙还不知道在哪儿玩尿泥呢。好香啊。张夫人，安气不长眼，在屋里等着。这位是太常博士常锦春，常公子。这位是啊，区区段兰啊，段公子，幸会幸会。有刺客。哦，我去去就来。公子，保护夫人。夫人的房间不是在这边吗？调虎离山。不好！哎，哎，怎么有守卫啊？我也不知道。那我们进去看看。嘿嘿，你没事吧？我就是觉得有点……哎，公子，公子，我好……你是张夫人是吧？张夫人，错了，错了，错了，我不是张将军，错了，那边，那边，那边。张夫人，那你说说之前，哎呀，我一直觉得你最帅。张夫人，你这事儿，哎呀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哎呀，你这真是……哎呀，公子，走啊，公子。哎，别这样。公子，我好热啊。那边找找，没有没有，外面有人。嗯，他衣服衣服衣服。
烛，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以后不准去找王夫人。你是我的，飞雪，飞雪，飞雪，段兰！哎呀，哎呀呀呀！啊！来，起来。你叫我什么？飞雪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在这儿还能在哪儿啊？你对我做什么了？你对我说了什么，我就做了什么呀。我说让你做什么了？这就不认账了。刚才告诉我说以后不准去找王夫人了，说我是你的。不可能。我真这么说了。对呀。那我们就那样了。说了不让我去找王夫人，可这下就不认账了。我段茂的一世英名啊，我还没有娶亲，更没有三妻四妾，我以后怎么跟人打官司诉讼呢？段兰，我要杀了你！我是你的。段兰啊，段兰，你可真是个正人君子啊！蠢呐！哎，大人，啊，花大人，怎么样？怎么样了？长景春没回家，他去哪儿？他去哪儿了？我跟丢了，他好像发现我跟踪他了，所以他又折回夜市。但是按照他原本走的路线的话，前面只有两条路。哪两条路？一条向南出城，一条向东，王主簿家。王家？万幸这次张夫人无恙。咱们还有一线机会啊。大人多虑了，案件已经有眉目了。我们已经锁定了一个目标。谁呀？常太常博士之子常景春。此人与洪秀和骠骑将军府都有私交，昨夜他又悄悄去了王主簿府上，行迹十分可疑。常太常博士之子常景春。好。不过此人身上还是有诸多的疑点。那可不，段公子之前还说贺仙有40多岁，可常景春只有30出头。还是请欧阳大人把人请回来问一问便知。那你呢？段某想到王主簿府上去问话，还请欧阳大人恩准。大人，我们先告辞，主约我们走。大人告辞。夫人，段大人来了。段大人。王夫人。段大人可是查到了什么？
你先退下吧。是，夫人。段某查到一人与此案有重大的干系，所以今日特来向夫人求证。是谁？夫人可认识常锦春？不可能，绝不会是他。夫人为何如此确定？常公子，常公子心地善良，绝不会做这种事情。王夫人，常言道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。常公子和先夫是蓝田同乡，两人自幼便是朋友，五年前一同来到长安，各自相互扶持。试问这种人怎么会对先夫下手？段某查到常锦春与青楼女子红袖关系匪浅，夫人可知否？常公子三年前考试失利，从此一蹶不振，经常流连于青楼歌馆。像红袖这般青楼姑娘，恐怕是早已看遍了。夫人可有一个别名叫做恋花？乳名而已，早就不用了。怒碎花枝至郎前，请郎今夜伴花眠。看来夫人真的是很相信常锦春啊。不过我们是不是抓错了人，还要审过之后才知道啊。我去。段某人多谢夫人答疑解惑，但非我大人请回常锦春一问便知真伪，拙者自拙，他要是清白的话必定会给他一个公道。告辞了。恋花。贺兄，失敬了。我猜在骠骑将军府杀人的是另外一只仙鹤吧。天下人只知道鹤仙，却不知道鹤仙不止一只啊。而且不知道王府也有一个鹤仙，而且与你关系匪浅。你不承认也没关系啊，我都已经有证据了，多你一个不多，少你一个不少。此事与恋花无关。这我早就知道了，还用你说？贺仙是我师父，我学了他所有的本事，是我冒充他的名义滥杀无辜的。哼，看来是我高估你了。第一，在公家你用泥香迷倒了宫院卿的时候忘了清理香壶里面的香灰。第二，你手上的伤疤在与张夫人争脱的时候不小心露了出来。第三，你的诗其实就是一个拆字游戏，对我来说完全没有任何的难度。看来是我大意了，我低估了你。其实迷倒宫院卿的是熏香。你我猜你每次出现在案发现场的时候，其实最早想知道是谁在冒充贺仙，后来你知道那个人原来是你最心爱的女人，你为了包庇这个女人一次次的纵容她杀人，
后来红秀来找我的时候，你又不惜牺牲红秀呢。可怜红秀对你一往情深呢、啊、你扪心自问，你对得起红秀吗？可是有一点我还是想不明白，王夫人那天特意放了我，是为了让我查她想要查的人，可是怎么查来查去查到的是你呀、啊、我已经什么都照了，你还问这些事情干什么？英雄，所有的事情都一个人扛，可是我段某就这么相信了你的话，那我不如回乡下骑驴算。这个事情跟令皇无关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。嘘嘘嘘嘘，今天王夫人特意保你，这下我不就成了替罪羔羊了吗？这茬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我知道了。哼，段兰，这件事情跟令皇无关，回来，段兰。差事办得漂亮，等案子结了，你们两个都有赏赐。谢大人。大人，王主簿的夫人求见。拜见大人。王夫人啊。大人，嫔妾实在担心，所以询问一下卓父的消息，可有眉目？案子已经有了进展，很快就能知道尊父的下落。啊，多谢大人。敢问大人，段妃不可在，我可要好好谢谢他。段妃不？大人，是段兰。啊，那一夜是段妃不第一个到府上告诉嫔妾卓父要出事的消息，还询问了卓父的一切行程。我想之后肯定是他一直在安排人手。段兰怎么会知道王主不会出事呢？不是大人通知他的。我没通知他呀。大人，骠骑将军府差人来信，张夫人被杀了。快去骠骑将军府。是。事情大致就是这样，昨晚上追凶归来，就看见段兰跟常锦春两个人神情不对，我的夫人却晕倒在床上，周身只剩下内衣，这两个人一定是贺仙的同伙。哎，大理寺灯下黑，恐怕这案子是破不了了。张大人，这其中恐怕有误会，那天的暗器上撒有催情米粉，夫人晕倒应该跟这个有关系。真是好托词，你以为本官是一介莽夫，任由你戏耍吗？张大人。雪雪，张大人，下官治下无能，听凭张大人惩处。哎，段兰呢？大人，大钟正带他过来。我是刑部李岩。刑部黄卫平。陈礼何在？找他有事儿。大理寺卿陈礼，不知二位大人驾临有失远迎，望二位大人见谅。眼力有前途。段兰，你把刀放下。段不要乱来。段叔叔，干什么？退后退后退后，都别乱动啊，别过来啊。快把刀放下。段兰，你别乱来。段兰，你想干什么？别逼我，别逼我啊，再过来我杀了他，我真的杀了他。段兰，我劝你最好不要乱来，杀了我你也跑不了。段兰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赶快放了飞雪啊。你要干什么？放开他，小心刀剑无眼，莫要罪上加罪啊。再过来我真杀了他，我真杀了他。段兰，这两位大人都来了，你还不束手就擒？
钱。走走走走，快走，快点走，走走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别跑啊！别跑啊！我的钱呢？我的钱呢？哎呀，你们先去啊，我是不行了。那就是个假货骗子，至于带这么多官兵，那抓上吧。你以为他们在抓你呢？不要颜面，他们是抓我的。你是当官的，他们为啥非要抓你啊？你们还买不买？不买把伞给我，这女人用的东西，我要做生意呢。还给你，还给你。给我，姑娘，一两纹银啊，云南成型，风雄画戟。一两纹银，风雄画戟。赶紧把云南成型，风雄画戟啊！真的，一两纹银，风雄画戟，当真童叟无欺。逢凶化吉。停！人呢？人哪儿去了？就是人呢。刚才还在这儿呢。拿着，追！快！别跑！站住！吕爷，吕爷，老实点！你们抓活人了？那就是个算命的，那就是个算命的。哎，这放了一个吧，啊！哎。先生，有劳先生帮我算一卦。先生请讲啊。我在找一个人。是男人还是女人？男的，25、26岁左右。面相如何呀？五官还算端正。哦，这个，以小道按照先生的描述来推算的话，这个人逃跑的方向应该是在那边啊。胡说，我刚刚从那边过来，怎么会在那边呢？这位先生，算卦算卦，信则灵，不信则不灵啊。多谢。哎，先生，先生。还有何事啊，先生？卦资。哎，多谢，多谢啊。不信。哎，先生，我看你好生面善呢。好生面善。我常年在此为人排忧解难，我算的话那可是前500年后500载惊天地泣鬼神啊，说不定现在曾经光顾过我的生意啊。那先生一直在这儿算卦吗？李大人。是啊，李大人，段兰他往那边跑了啊，还不快追。段兰啊，段兰。陈大人，这么巧啊。陈大人，李大人，带走，走，陈大人，我冤枉了，陈大人，这可使不得呀，我冤枉啊，李大人，李大人，陈大人，李大人，您真抓错了，不是我呀，抓起来，不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大人，大人贵姓啊？废话，废话，大人，小的确实是冤枉啊。我跟你说，那个王夫人嫌疑最大，他们家窗台上种的食物那是鹤仙的迷料啊。小的乃一介书生，手无缚鸡之力，怎么可能是江洋大？大人，您快点，您抓错了，大人，大人，快点。大人，你真抓错了，大人，大人，进去。哎，不是，我这身份你们不是不知道啊？啊，老实点。这不是段公子吗？啊，怎么你也进来了啊？你别高兴太早，他们把我们当成是一伙的了。我们俩现在是一条线上的蚂蚱，跑不了你，也蹦不了我。我既然进来了，就没想过要出去。那我可想早点出去。寿长某直言，段公子这次要是想自证清白，怕是难喽。
哎，怎么着？我可以出去了？啊！这大理寺的伙食看起来还不错呀。陈大人说了，明天提审，给你们整点好吃的。明天提审？有的吃还不赶快吃？明天提审。说我们家公子出事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不着急，边走边说。来，我走访了好几家，发现王主簿跟常景春以前是好朋友，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后来反目成仇。王夫人和常景春曾经有过感情，最后却跟了王主簿。整个蓝田都知道贺仙的事儿，王主簿和常景春都曾找过贺仙拜师学武，贺仙只收了常景春。还有，蓝田也发生过几起强奸的命案，只是没有打着贺仙的招牌。来来来，快快快，是大是小啊？哎，我四文，来，我跟上。看着啊，哎，看我这个，摸一大的一块。今天手气不错啊，嗯，喝。对，谁赢谁请吃饭。哎呦，费务大人，费务大人，都机灵点，不要让刑部的人逮到了。啊，谢费务大人，谢费务大人，那就分了吧。我跟你们说，上回我一个人打他们三个，真的假的？一下子就把他们打倒在地。哎呦，哎呀，叶子你怎么进来了你？把人打死了吗？是不是？他俩关一个牢房，他们俩串供，你们俩谁负责？费部大人，刑部安排关在一起，小的也不敢擅作主张啊。钥匙拿来，我给他们分牢房。刑部的人问起了，就说是我主张的。谢费部大人，你们俩先出去吧，我有话问他。是。好好待着。走。不要啊！公子，我好想你。我也好想你啊。都是那个老娘们陷害了公子。活该这个王主簿手上全是老茧，晚上磨掉了他一层皮，全是老茧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们俩赶快换衣服啊。哦，好，走。哎，等一下，公子。行了，快点。公子。快点你！哎呦，费部大人，费部大人，费部大人，你们一个个都机灵一点，上面的人没脑子，你们不能没脑子，是不是？继续玩吧。谢费部大人。来，你那儿怎么样？你那儿怎样？收获颇丰啊，常景春不是贺仙。我问了他几个作案的细节，全都答错了。他应该是替那个王殿花在背黑锅，而且王主簿可能是假死。那具尸体应该是他们家的一个下人。我上次去王家的时候见到了一个小厮，看起来不是下等人的样子。哎，尸体在哪儿？在大理寺验尸房。走去看一下。哦，不知二位大人有何吩咐啊？今夜提审，明早回刑部，在大理寺审讯。大理寺卿怎能不在场啊？这
大的胆子呀！大理寺卿私自放人，罪过不小啊！二位大人开恩，今晚我一定把段兰捉拿归案。圣上要的是凶手，可没说凶手是谁。陈大人，你有一晚上的时间找段兰呐。天亮以后，他，就是段兰。他的手有护颈，肩部有淤伤，手腕和脚腕都粗大，我断定他绝不是王主簿。如果推断没错的话，那天那个小厮就是王主簿。小厮？对。走，去王宅。好。那边找找还有没有。欧阳飞雪呢？属下不知。不等了，大钟，你把全部人分成四队搜捕段兰，巡逻队严加防范，要特别注意王府。是，出发。出发。快走。快。哎，飞虎大人。你干嘛呢？我走散了。你看看你，像什么样子？是飞虎大人。平日怎么教你的？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你就是这样报答朝廷的，散乱无章。就算现在段兰站在这里，你抓得住他？属下知错了，属下知错了。回去好好反省。是飞虎大人。别动。飞虎大人，我让你回去好好反省。是飞虎大人。段兰，段兰，段兰，下来。你真厉害，快走快走。我们去哪里啊？这本书里写满了药方，里面还夹了封信。嗯，写的什么？写的是什么道术？还是你自己看吧。啊，原来王主簿天生有隐疾呀，一个道士教了他一种采阴补阳之术。原来之前的人都是这么死的呀！继续找，找有关道士的书。
上面写了什么？信上写的，大理寺办，请速速开门。走开，快走。给我搜！干嘛？今日祭寿，是王主簿采阴补阳最好的日子。第二封信的内容是教王主簿今晚如何做法事。我们找到王主簿办法事的地方，就一定能找到王主簿。怎么找？向天借寿应该面朝东方，地势比较高的地方。快了，快了，在那边！私放嫌犯可是重罪，束手就擒吧。给我拿下！给我追！站住！在为中间那个人严福起寿。看到中间那个人了吗？他就是王主簿，原来假扮家丁来着。哎，这个人身边没有守卫，把他拿下不就完了吗？啊！何人骚扰我家主人做法事？他们是大理寺的。大理寺，抓住他！主月，保护段兰。大人，王主簿才是真正的贺仙。来人，把所有人抓起来。是。我们走。是被你们发现了。可怜王夫人，她是你的正牌妻子，你何以这么忍心对她？因为这个贱人坏了我的好事。你一直要迫害的是常景春，而他却为你做帮凶。
天下的事真的是很有趣啊！偷驴的只偷驴，拔橛的只拔橛，这种恶行是会遭报应的。恶行？嗯，不过是成王败寇，天道不公而已。王大人，您真的是很不要颜面呐、啊！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你不怕遭雷劈吗？说什么？嗯。这老天真在看吗？我自幼性格懦弱，都是别人欺负我。长大以后，那些欺负我的人照样逍遥快活，而我身染恶疾，命之将亡。这就是你所说的“人在做，天在看”吗？你只因内心生怨就可以残害无辜吗？你说的对，我心里当然有怨恨。我恨我为什么没有早点下狠心杀了他们。宫苑卿他们，在你们看来可能是无辜的，可是在我看来，他们个个罪恶滔天。拜见宫大人，拜见拜见宫夫人。免礼免礼。见过二位公子。我自幼体弱多病，上天想让我早死，可惜我埋头苦读，终于文治武功无一不精。三年前终于考得一官半职，但是上天却在我身边安排了一个克星长锦春。从小他便处处压我一头。张大人来京赶考，幸会更是带着我去结识达官贵人。哎，王公子，这里还有贵客，请移步那边。你们俩多喝点啊。好久不见啊。说什么为我谋出路，还不是拿我做陪衬，显出他的高明啊。来来来，张大人今天可多喝几杯。公子请。请。请贺仙收我为陪徒。你先回去吧。就连那个江洋大盗贺仙看上的也是他，不是我。我本行将就木，但到底是命不该绝，碰见一个道士教我采阴补阳之术，勉强续命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立誓把公家和张家都变成我续命的工具。用上西域的催情迷香，哼，让他们欲仙欲死。无耻！哎，别冲动。所以你当年娶我也是为了报复长景春，是不是？长景春一贯心高气傲，没想到三年前名落孙山，从此一蹶不振。我娶他最爱的女人有何不妥？哦，对了，我还得谢谢你。你知道我所有的事情，还一直帮我隐瞒。我还忘记告诉你了，我要对付的人就是你的老相好长锦春。你个混蛋！你快点把他放了。王主簿，我劝你不要乱动。欧阳大人，稍等稍等。王主簿，哎，这个刀剑无眼，你我远入朝近入院的，我也仅仅是为了大理寺办案而已啊，是不是？小生还有一事不明啊。你和长景春同是红袖的常客，你杀了红袖，他笑话了你不成？你给我闭嘴！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女人，当年我救你一命，我派他假意去勾引长景春，没想到他跟他有了真的感情。他最不应该的是引你到我府上，想让你来查我。哼，不过你查得好啊。如果你查到了什么，那全部指向了长锦春。你若什么都查不到，那你就是凶手。你已经中了飞雪大人的飞雪点穴手了，知不知道？啊！危险！别！
雕虫小技儿，你以为这样就能治得住我吗？ 我不是说了吗？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作恶是会遭报应的。走。哎，钟捕头，我有话和王殿花说。走。 王莲花，你虽不知情，不过依我朝的刑律，夫妻之间的包庇罪，除谋逆外，均可免牢狱之灾，这点你是可以放心的。常景春应该并不知道王主簿的阴谋吧？他在狱中极力声称自己就是贺仙，这是我干的。回去之后，帮个忙，还他一个清白。等事情过去之后，如果你不想再做王夫人的话。 还有个痴情郎在等着你呀、啊，你们俩可以把失去的时间再补回来。事到如今，我也没有颜面见他，想必他也不愿意见我。哎呀，真是一对苦命的鸳鸯啊！好吧，这是常景春被捕的时候从他身上搜出的一首词，打开看看。 大人，我家公子没有杀人啊，他肯定会找到真凶的。没关系，找不到真凶，这不在这儿呢吗？都是骗子！说好的昨天晚上找到真凶，这天都亮了还没有回来。歪王，公子。 穿上了夜行衣，换了恶人心，坏事儿要趁天黑。白天装太累，哦，天黑天黑，谁能认出我是谁？<笑>
上了放大镜，让我看清明谁在拨弄云风。白天我是谁，等天黑天黑的你放下戒备。再多的诡计也让你插翅难飞，翻过了墙越过了窗，跳上了梁，做好了准备，所有人都已熟睡，我要将这罪恶加倍，颠倒所有黑白是非，要做就做的干脆。奇的范儿大劲，让鬼魅现形。穿过了街，越过了巷，布下了网，滚出来的凶手。遇到我算你倒霉，我要把你阴谋摧毁，逃跑向。